宾、各位家人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婚姻监理师 Kevin。是啊，今天呢、啊，天公照美，音乐飞扬，欢声笑语，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啦，就是我们迎来了一对新人 Louis 和 Daisy 幸福的结合。好啊，现在呢，就是给你们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，你们可以完全抛开生活的烦忧，也放下工作的压力，也没有任何的拘束，让你们可以用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方式为对方说出最正心正意的承诺，去迎接幸福的婚姻。顾瑞菊，这个世界真的很大，大到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渺小，这个世界也很小，小到我们遇见那个对的人之后，我们便拥有了整个世界。今后人生的路上，我想牵着你的手，一起看尽山河远阔，人间烟火，星河灿烂，日升月落，一起从稚嫩到成熟，直到青丝变成白发，余生请让我好好照顾你，我爱你。没事。此时此刻，我非常开心。一路走来，我不禁感叹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对婚姻和感情都有很多的不确信，遇到你之后，我对婚姻和未来都有了憧憬，想到以后能和你一起生活，共享无尽的黄昏日落，我的内心就变得满足又丰盈。今天是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，有幸与你相爱，余生为你而来，我爱你。完事了。现在再踏前一点点，牵着对方的双手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就是你用余生去宠爱、保护、照顾、扶持的人。现在看着对方，回应我的提问。So at this moment, I would like to ask the couple for their intent to marry and see what the answer is. Louis, 刘浩正，你是否愿意娶 Daisy 顾瑞菊为你的合法妻子？你们在一起有一个暖的家庭，一分享你们的喜乐，一起去分担你们的忧伤，在充满爱心、爱、盼望和欢乐中一起成长到老。我愿意。 Daisy 顾瑞菊，你是否愿意嫁给 Louis 刘浩正为你的合法丈夫，共同建立你们温暖的家庭，一起分享你们的喜乐，一起分担你们的忧伤，在充满爱心、盼望和欢乐中一起成长到老？我愿意。恭喜的刘先生、刘太太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衷心感谢每一位出席我们婚礼的亲朋好友，
是你们的到来让这一天格外的特殊和难忘。华人好的精神留下来发扬光大。再一次代表我的亲家及我们全家，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到来，祝你们幸福快乐。略备舀酒，能力有限，如有包刀扎。